百五百一包了，五百一包，五百一包了。哎，鱿鱼花有吧？应该是有。啊，不过那个要等一下，他要先把一些东西卖掉。为什么卖了这么久，还有那么多东西啊？有要求哦，已经卖了很久了，还这么多东西。好了，什么飞机完的有无？讲完机啊，飞机。我煮完五斤重啊，全部飞机嘛，细只几包拢有二五斤，一斤好卖啊，一百块，一包拢有九百、七百、六百嘞，四百了，现在四百块，可能四百块嘞，可能要花四万哦。飞机完这个煮汤之前，好食上好食，我就起来无，飞机完，你花两飞机了。我来买哦，四百，我煮完四百块，四百应该四百、四百、四百，有人要花啊？可以一份五百块。看他们贵伊无？五百块，这一早现切的嘞。五百，还有啥物贵伊嘞？五百块啦。贵伊，看他们吃无贵伊？还有人贵伊嘛？五百贵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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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百块。表演过一次了，年过再请再过一次，好吗？无啦，五百大家也不吃贵的，什么吃水的？无啦，你是老黑啦，你懂没无啦？哎，你是瓜哇瓜哇瓜哇。吃饱了啦，那有脆脆的，人家嘛贵的。虾米有吗？没有。贵国包不能买。我这地拢有几国包？我现在还不知道，应该是有吧。这地国包不能买。我现在还不知道，先跟他回答没有。黑粉早，因为现在没办法问他这个问题。哎，蔡英早。来，共完过来两百块了。好。
真谢哈喽，谢谢你懂内啊，你的虾仁有帮你留到了，你还要偷刀我知道。然后建宏要鱿鱼花300块，还要不拉100，还300好多钱哎。老板给两份啦，好两份好嘞。来，这个一份先给你，一份先给你，然后再帮你拿一份。一份去后面也好。来，再给你。好，花姐的结婚。好，花姐的老公。你今日无婆娘出来？啊，无咧，无婆娘出来。好，出门拿拿货。还够先卖鲈鱼的，建不好鲈鱼。建中，你等一下直接到后面拿就好了哈。等一下你直接到后面拿就好了。我知道。直接找那个博南就好了。没怪鱼了，没怪鱼，没怪鱼，等一下跟博南讲说你有300块的。好险啊！萝卜糕。有鱼花，好鱿鱼花，鱿鱼花带搞贵了啦。小姐，快进来。小卷呢、啊？小卷，那个小卷不好花，不花贵，我先买起来。你别多伊哦，这二 A 路，二 A 路我袂用见，袂用想买300块来睇下我伊伊伊伊哦。我买三百。国币为啥？这两条，你五条，按数也莫来六条哩，这六条哩，八条哩，十条哩，300块了来，五条。我靠！用好的路啦，想买两条啦，两条啦。摆摊太扯了啦！八条啦，十条啦，哎，300块啦。来，两条、四条来，来六条、八条来，300块、300块了。这两分，不知。这第二分了。这，你唔中用一箱那袂死的。今日个你搞到搞时间算济。你今日讲今日分。这个留一箱。来，老婆手机换的，来来来。这两块呢？还这几块嘛？这几块嘛对吧？哎，八袋了。这一份先给你。八袋袂够洗了，快了。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来，搁几份哪里？搁几份哪里？来。哎哎哎！今天货不少哦。当然不少啊。今天爸爸。今天爸爸临时决定不卖，把货下在这边。爸爸本来要去竹东，临时不卖，把货下在这里。快点，快点！来了，来了，这两罐，包给他，包给他来了，来一罐，来，三，三，来，二，四，六。他主要他爸爸昨天八卦赛也很累吧？过下来，过下来，来，哦，来300块，够够够够，啊够，好了好了，来这四叠，哦来八叠，来十叠来，来过下卖来二，好来四，来六，来八，好够啊！美女早六早六早安。留货到现场对啦，如果有要留货的话，到现场拿哦。没有错，距离没有错。来，我来给你哦。六八，出来十来。阿哥，然后变大不？拢有啊吼，拢有，我来卖对下巴龙。是嘛？有一花，你讲个对。啊对对对对对对。建宏，干嘛？建宏不是你啦，建宏不是姓宏啊，你是嘞？来，建宏你要鱿鱼花一份哦，拜了。建宏留一份后面。好好，一分花连麦，连进那个。还有丸子吗？你要什么丸子？我知道建宏你要鱿鱼花一份，那就问到吧。到就问吧 ，OK。建宏你的鱿鱼花一份留在后面了，那一份是他的吗？你等去看，你爱给我搞宣传哦。我连刚买来花莲卖哦。啊台啊台东的，
啊，等等啊，等等等，来一个嘛。哎，我刚才鱿鱼块留了几份？啊，再留一份，再留一份。哎，省会省到我去花莲的花。你哪来回呢？回得，阿伯孙啊，再留一份。OK， 那个进口卖流了，热狗今天没有，现在只有高粱香肠。哎，你看北区嘛，对，三八千里。够老酒，够了，够老酒。对，三份了吗？三份了吗？哇，第三份啊！对对，第三份，没有错。地区帮你留了。地区帮你留了。来人吧。我帮你讲啊，你不讲几工的？几工的？过去哦。我先要吃鱿鱼片，无味着。好。那个，老爸的货卖完了，接下来要换他卖他自己的了。来，人爸来。爸爸的货卖完了，现在要卖他自己的货了。还有人爸哥，我给你来。不要结婚，我先不理你回，我啊！现在怎么没有红柑？现在可能红柑很贵啊。现在红柑无掉，是内底有糖啊。对，现在红柑有糖。来两百块。然后帮你拿，你要几分钟？这只给个套数好，辛苦哦。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你钱开出来给你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。现在花了你多吗？啊？现在花了你。你要他会帮你用箱子里面加冰块封起来，会不会？这么热，难道他要到傍晚？那个如果有加冰块盖子盖着，可以12小时。我们有带一个冰箱。有啊，哎呐，讲我清楚的，讲我清楚的。国龙，国龙，你今天来刚好遇到大场面。国龙，你今天来刚好遇到大场面。沙发了，我叫沙发好来了。不行不行，四点过一头的啦。几点了？两点了。沙发，沙发。来，国龙运气好，今天刚好遇到大场面。国龙今天很吃惊哦。哪里行？好，红包你红完。是啊。来，过来。一年嘞，过一头我先卖啦，给你讲，这过有税不税？过一百先，你若过一无千八块地啊。哎，我先不讲过一头的，300块啦。哎，不要跑啦。还有三八。300块的，一条700块，这样过一头是不是都会一条700块？然后比上海人还俗，老九，进价半条了。好，来三八。
好，进家这一份是你的，对，我要留一份，这一份是你的。来，骨头够不？来，骨头够不？龟头嘛，卡掉，对价。水坑就冲我死。还贵些吧嘞？这价格我讲没。走啊，走啊。贵下班嘞？什么下班？五百。快啦。快，两地了。三百块。还三百块。下班买鱼了。咋可以？咋去的？来，三百块贵一下吧。国龙应该，国龙应该住北部吧？国龙，国龙，不是那个国龙啦。下巴，过来头部下巴是哪的？咪，头部下巴。在，在，在。是你买的吧？不是他买的。来，帮你开。要结婚。来，谢谢了。OK。来，这么久。哎 ，OK， 来 ，OK， 喝，来。来，三百块，贵一下八多两百不？这么久。来，给你。来冰啊 ，OK。有不用杀的鱼吗？你不会杀鱼，香鱼，香鱼不用杀，香鱼不用杀，还有杀好的肉鱼，香鱼不用杀哈，旁边有香鱼不用杀，这两个都不用杀，来三百块了，沙发来肉了，来航母小姐三百块。三百块，哦，这里看看大只，来三百块嘞，还有三百来，不要结婚了，三百块嘞，三百块来，来这边。啊，大姐啊，大姐，大姐，哎，咱们黄五小姐，刚五，你多少？鱿鱼，你有什么鱿鱼？一百块。我看就刚刚五，我们看完够五不？还有紫菜吗？没有了。瓜不？嗯。哦，这样多只。哎，阿兰阿伯阿妹阿妈，不会啊。老冷荤，老冷荤，秀芝我帮你留两份啊。够两份不？好，两份留了，两份留了哈。来，帮你开。来，对这开，来来找你哦。来个下，来个下来。谢谢。哦，哎，大头人这么样哎哟，围到我跳起来，不看起码死掉掉。哎，阿娜，恭喜，恭喜。来个下来。啊？进家。
进家我看一下有没有东西没有留到，你等我一下。过来妹哦，你还有头刀没有啦？弄好的，弄好，小哥哥。你找那个胖胖高高的。哦，这多家。胖胖高高的，他叫博满，不要等一会儿。啊，你过来买什么吗？是吧？好，OK。没有。太阳早。Judy， 你的小卷还没留，你要留吗？哦，这多。你要留多少 ？Judy， 你要留几份？你刚才没有说要啊？下一个来。你有要吗 ，Judy？ 快点！还有下麦，跟下麦来。你要一份吗？要一份吗 ，Judy？ 300。要。好，过来九。还有老几份来？过下麦，过下麦。多少人哈？等我好，来来。OK， 帮你留了 ，Judy。黄姨来。我看下面的。下面黄爷，黄爷。